有信心吗？那必须的，但我还得谦虚一点。五颗吧。你信心那么强，怎么凑五颗？说的我都心虚了。你得自信点啊，你自信了才能给我自信。又不是你打比赛，你要什么自信？你给我自信，我就给你自信。算了，我还是打游戏吧。那我不需要了。超凡，你给认真的。我是有那个实力的，选什么英雄呢？就他吧。我是黑暗之刃，无形之刃，最为致命。帅哥，恭喜你啊！你和美女先在这边休息一下。比赛规定每场比赛之间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，请你做好准备。为什么还有车轮战啊？我不怕。抱歉，美女，规则是这样的。后面还有几个人？刚刚看到的还有4位。行，我不休息，直接开始吧。对了，我会一直在自定义的房间里，有新的挑战者，直接开就行了。太自大了吧！solo 赛那么耗精神，你打几把就玩不下去了。那是你的，要不要试我？看我的表演吧。开始了。你玩什么？神圣普罗旺斯是吧？天生顶赢啊！神圣普罗旺斯是吧？天生顶赢啊！啦。我用双手成就你的梦想。他们心跳加快，我会识破这一切。丝毫不带。终于能休息一下，还愣什么呢？去给我买瓶水。哇，大神，我咋越看你越顺眼了？我去上个厕所，要是回来没有可乐，我就弃权了哈。我马上去。终于可以上厕所了。啊啊啊！你手还疼吗？我手怎么成这样了？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倒在地上了，然后我就急着送你去医院，检查报告说是掌骨干骨折，医生说休息3-4周吧，大概就能痊愈了。谁把我弄成这样？火冒三丈。你先好好休息，休息好了我再跟你说些啥。对了，这些店用完给你提供了2万元赔偿费，希望你能接受。密码是你身份证和6位。电信馆，就为了他们那破家，把我伤成这样。你先好好养伤，伤好了我告诉你说。因为什么？你想看电视吗？我给你看电视。因为什么？大天，你就不能先好好休息吗？受伤的是我，又不是你啊！我自己找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我衣服呢？三千，你先好好休息，等身体养好了，你要怎么闹我都陪你。我先问的是，我的衣服呢？当时你不是晕在厕所吗？看好了吗？那我的衣服是？哦，没有，不是，是当时医生给你脱的，然后我让我们洛神哥工会的人把你给抬上了。吓我一跳。那你给我找件衣服穿吧。谁在敲门？胆子挺大啊！我电话都不接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没钱了，哪里有钱呢？你要新找份工作不行？有你什么事呀？又不是不还你。这谁啊？喂。哼，这才几天啊？备胎都找好了。这点钱能干嘛？我的钱已经投公司了，我现在已经没钱了。你没钱？用我自己搜吗？你没钱，用我自己搜吗？赵璇，你发什么疯啊？兄弟，女朋友都被你撬走了，借点钱来花花呗。
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2万。既然你喜欢上网，那我们打一把吧。夏天，你别理他。没事。兄弟，无论你赢了还输了，这个钱你都可以拿走。但是我有个要求，给刘萌萌道歉。兄弟，也是看在这钱的份上，我给你个面子。难道刘萌萌没跟你说过吗？我收了没输过。哦，是吗？那就开吧。兄弟，别说我欺负残废，允许你指定我玩什么？把你最厉害的吧。别说我欺负人，看我咋教训你。这2万块钱就当你花钱买教训了啊。小神，你可别欺负人。夏天，你的手，医生说了不能特别活动，不会影响后期恢复的。你这女人怎么断财路啊？我这个暴脾气。喂，你过分了呀。我跟你们俩说什么呀，赶快打，打完我走了。你成功激发我的愤怒了。夏天，别没事，这个事我帮你出。你能不能别吹牛了呀，赶快来打。还是老规矩，帮我把手机打好。看我的手好疼。兄弟，要不不行就算了吧，点了吧。没事。怎么能分心呢？好好打呀，待会儿就被单杀了呀。手好疼。你赵璇，你现所做一切我都会录下来，不想发到网上的话你就要跟我好好道歉。好，谢了。赵璇，你给我站住，你不想身败名裂的话你可以去。我欺负他怎么了？有几个人会在乎一场莫名其妙的比赛？我现在以洛城的工会副会长的名义通知你，刚刚和你对线的人是 Hades。 跪下。金翼翼，你手抬起来。点鼠标有点困了，刚刚劲儿使大了。冲动的代价。不过话说，你怎么会和那种男人在一起啊？他一开始就在追我，然后又歇着还挺好的。他说他带我上王者，所以我就给他机会了。什么时候一个王者段位就能把你收买了？再说那家伙实力也不怎么样，我手可是受伤了的。不要迷恋哥。还是被一堆破玩具给收买了。这样吧，我教你上王者，怎么样？真的假的？不是说大神都不收徒弟吗？我收你，但我有个条件，把你知道所有的告诉我。我真不知道什么人让你怕成这个样子。好了，以你的智商上个王者至少也得3-4周吧。给你个台阶下。好呀，那只要你带我上王者，我就把我知道所有事情都告诉你。上号。Some days you're the only thing。 你有 ADC 技术，我就先教你 ADC 吧。选艾希。艾希有什么玩的？我们玩 DN 吧。选艾希。好吧。艾希的技能你应该都清楚吧？你的手能行吗？加上你还能应付。现在武士打野，准备支援下路，用你的技能给河道视野，判断敌方打野位置。你给我说说是谁给你的勇气接触这款游戏的？你是怎么混到你们工会的高层的？我是管事儿的，又不是打游戏的。再来。
诱敌深入，用一技能反向进草丛。你这反向太溜了。我很无语。那你会玩维恩吗？会的会的，我会的，我可强了。证明给我看。我就不信了，再来。我拉住人后你直接开大，找机会给输出。我一脸的问号。你怎么不动啊？动了就不能隐身了呀。等他们来我身边，我就悄悄灭掉他们。那他妈是题目。喂喂，你好。夏天哥。六六。夏天哥